最真实的一群人，最传承的一群人。
说你就是我们小伟老师他四岁的儿子就对了，四岁就会风车哦。来来来来，你过来一下，你过来一下，我要访问你，我不要访问你爸爸。哎，你爸爸讨厌。哎，大家再看，不要装那边了啊，来往前站一点，好可爱、啊。哎，伟哥你也出来一下吧。哎，不是这样吧啊，来弟弟啊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四岁什么？你叫雨辰啊，雨辰。嗯，那你喜欢跳舞吗？喜欢。喜欢啊，不是喜红，是喜欢啊。嗯，那你最喜欢跳什么舞？什么舞？在地板的舞啊。哦，所以你喜欢在地板磨来磨去，叫妈妈帮你洗衣服啊。哦哦，所以啊，你没事就会这样子哦，是不是在地板的舞？哦，对，好，我什么都对，是不是？哦，好，那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跟你的学生们讲呢？是上 breaking 的学生没有？哦，那你觉得他们跳得怎样？很好。哦，年纪这么小就会说谎嘛？你刚刚没有看对不对？有看到他们跳吗？有，有。你刚刚差一点说没有。好了，不闹你了啊！你爸爸是谁 ？Daddy 哦，我当然知道 Daddy 啊，对。但是 Daddy 只有你可以叫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随便乱叫人家 Daddy 啊、糖果爸爸也不能这样子。好，那你去把你，你可以帮我把你爸爸叫来吗？好，嗯，赶快去，嗯。啊。我可以抱回家吗，伟哥？啊，再一个是不是？啊，你来，你来，你来啊、哦！这个年纪稍微大一点了、啊、哈、哦，哇哇哇，也很爱笑呢，这孩子。哎，你们这三只小猪，我刚刚讲的就是他们，有没有？年纪都比你们小，哎，对不对？哦，你们都跪着看，对不对？哦，妈妈说，问说为什么跪着看啊？因为他们会风车，会鞍马，厉害的啊！所以记得长大也要跳舞，好不好？哦，好了，来，这位同学，这位帅哥是，怎么称呼？哈嘞，怎么称呼？啊，您的名字是？林永月。林龙源。永。永。月。月。对。永月，林永月。啊啊，好永月的家伙啊，回答的好永月的啊。好了，永月啊，那你学跳舞学多久？一两年。啊，一两年就有这样的成绩，是不是？啊，好，那你要不要借这个机会来鼓励一下？你看台下有 那三个小帅哥，对，他年纪似乎跟你们差不多，你要不要鼓励他们一下跳舞这件事？你喜欢嘛，对不对？喜欢，那你可以鼓励他们一下吗？不是这个鼓励啊！哇，小孩子的反应太直接了，鼓励哦，鼓励啊啊！啊，另外一种就可能用。一些鼓励的话有没有？就是、像你这样的年纪的孩子，如果喜欢跳舞，要注意什么事呢？你也不知道，反正就用力跳就对了。对，好，那你要不要，你要不要收他们三个当小弟？你们以后一起练舞，好不好？啊？不要嘛，不好，是不是？哦，好了，想说给你一次就三个小弟可以使唤，多棒啊！啊，对，好了，那我也不闹你了，你换你下去，把你老师叫来，我看看你老师什么人，真的啊，三催四请的，啊，又是自己儿子，又是自己大弟子啊，对，自己就不来就不来，来了是不是？没错，是上 breaking 的指导老师，我们小伟哥来了 ，B-boy say， 好了，来来来，伟哥，来，其实我很喜欢你们这个团体。真的，真的最 real 的哦。老实说，也许、我知道很多团体可能比起你们，他们可以做更多高难度的动作，或是更精彩演出。但是呢，我觉得对我而言，跳舞就是这样子，对一群人，然后一个很同好的感觉。对，即使呢他不一定是职业舞者，但是有自己的工作之余，就是可以一样哦，跟这群好朋友们继续跳着自己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。我觉得这才是最棒的部分，这也是舞蹈最迷人的地方。好了，我自己讲那么多，那么、接下来还是要轮到你稍微说一些话，看有什么话你要带给你的学生、师生的学生们讲，或者我们在场的所有爸爸妈妈都可以。请，啊、哦，还是你要再收三个徒弟啊、哦？那边有三个，对，三个小弟可以再收一下啊、哦。来，请老师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世商五狂的指导老师，我叫小伟。伟哥啊，人很好的呢。世商五狂从第一届到现在，目前为止还没有被换掉啊。哦，所以你是真的从创社交到现在，是不是？从第一届到现在。第一届，那现在是第几届？十二、十三。下一届十三了，下一届。哇，你都已经从鼠老鼠的学生已经教到了，已经都快要到鼠牛的，对，教了一轮又超过这样子，对对对，哦，好棒啊！然后那有什么建议可以带给他们呢？今年真的不容易啊，比较不是这么容易的一年，是，所以对所有人而言，大家还能够在这一边，然后很多我看到也都是家长，然后还可以就是愿意来参与，就是高中生们的活动，没错，对对对，真的，来给家长一些掌声，谢谢。爸妈们，谢谢你们，真的非常感谢你们啊！你们不只是我们本场活动最大的这个赞助厂商啊，真的非常感谢你们啊！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自己教的是商务狂，是，对，就看着他们从年初的时候一直在想说，哎，要办不办，能办不能办，然后一直到现在。这一个月应该他们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，是啊，我相信其他的学校一定也是一样，没错，如果这样算下来，我们应该是今年北市的第一个服展活动，是吗？好像是，嗯，应该不是哦，新北已经是我第二还是第三，工作都没有影响吗？有影响蛮多的，还是有，还是有啊，别这么说，你这样讲国税局就盯上了，没有没有，影响很大，没有，我们这样继续，老师，对，就是这一个月就可以感觉到他们就是很多啦，不管在舞上面啊，或者是最辛苦的拉赞助啊，还有就是敲场地、敲时间、敲拍照，是，就知道他们就是很密切联络我。对，那个我们这一届社长伯承呢，好啊，来露出来，给大家看一下。伯承 ，N 九啊，哦，我们 N 九来了 ，N 九哥。因为是我们这一届社长，我这个时间介绍他一下啊，邱伯承，邱伯承，对，世商五狂这一届社长，感谢你，今年辛苦了，谢谢。哇，老师特别 Q 你出来要感谢你，你看看，作为回报还是不如来一场师徒间的 battle 嘛？这个感觉好像很适合哦。好了，不闹了，不闹了。有机会，其实我觉得，如果你在 battle 场上遇到自己的老师，老实说，我觉得那个是对于老师最大的一个回馈跟尊重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他会觉得哇，很欣慰自己的学生竟然遇到，来，好你戏。对，但往往不一定啊，那个结果都不一定啊。好啊，没事没事，搞得好像真的要背好一样。没事了，他可以回去了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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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 N 九，谢谢。干嘛？你要握手啊，也可以啊。好，来老师最后是还有吗？最后就是感谢大家今天一起来参与这场活动。对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感谢我们小伟老师。